穿哦。哦，好，注意听。好，请问一下，公主、勇士。好，你看老师的穿着，我们男生女生有不一样的方向哦。男生要左边开开的，那女生是右边开开的。那为什么男生要左边开开的，知道吗？因为男生拿什么？猎刀，这个在山上的时候很方便的打开来哈。好，你看一下哈。那你口罩可以拿下来啊，来，现在下来给我，给妈妈啊，哇，哇，很特别的。好，来上，好上。来，男生用勇士去拿猎枪，因为在太阳神社这是很严肃的东西。如果我们猎枪给女孩子拿到的话，那一整年打不到猎物的。哦，勇士拿猎枪，来，拿着，看前面。拿猎枪就不能笑喽，也是。还有，不能对的。公主要笑笑哎，公主要微笑。那女生的身上是个杯篮，哈、哦，你们要负责要种菜，还有养小孩子哈，种水果哈。好，女孩子都好，来，请公主到这里来，来给他们两个拍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好，这是女孩子的杯篮哈。杯篮哦。女孩子的头顶帽。哇，背书包。哎呦，头杯！好，给他们五秒钟的参赛，你们看一下。哇！男生抓三叔到你家里给你了哈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道具呢，轮流的去使用。那请问爸爸妈妈家里有问题？没有。文面男生找语文老师，女生文面请找校长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四个是你们的衣服，自己来穿。哦，太好看了吧！好，各位家人自由去拿衣服喽。秘密来，拿衣服。耶！大家也可以穿，我们有准备很多件，帮我们拍照吧。我们三个一起跟他拍照吧。好，下一位孙小米小朋友，好，面向校长，面向校长，我们控制，注意注意了啊，敬礼。好，敬礼，什么敬礼？这个抬高，好，看天色那个，看向我这里。看爸爸这里。OK， 好。五号。五。好，也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回座位。好，面向校长哈。这个小米酒是我的一个阿妈帮我酿的哈，很甜的小米酒哈。对。它的名称叫麋鹿，可能会麋鹿。麋鹿。好，我们掌声鼓励，恭喜你。可以开始喝了哈，他的名称叫麋鹿哈，这是用校长的口水发酵的，很难说，不好说。好，我们拍张照。不，这样啊，耶！小妹酒，不要逼我，小妹酒，小妹酒，小妹酒，来，你们家等一下，好来，来小妹酒。小米酒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来老师。耶！哎，干了。对啊，他是有那个，那你拿。好，一张。好，那你拿着拍一张。你不要打破哦。来，三、二。